欢迎收看牛牛皮皮。不对啊，我是牛爸，我们主持人是牛牛啊，他冷呢，跑去哪里？一起去找他，他躲在哪里 ？Hello， 牛牛你在哪里？欢迎收看牛牛，我是牛牛。哎呀，你躲在那里干嘛？哎呦，吓你！吓我干嘛？旁边是大笑的船。对，台南的安平战地博物馆这里。你这艘船是博物馆。等一下，想去玩躲猫。我们没有来这里玩过，想说顺便上去看一下以前的战舰到底长什么样子。这里全部的东西都是巨大版本，还有到这个轮胎啊，这个也很大。所以我广播频道是对的吗？这是我的船，这是你的船。不不不！我现在已经在战舰的正中间，那现在妞妞先去躲，数落十秒，躲吧。我现在要去躲了，不可以偷看。好, 好，我转过去。我想说他还没走啊，我就先看一下嘛，看一下风景啊。这里真的很漂亮，现在真的要黄昏了。对，我差点忘记数秒数，我们一起数秒数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16 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，剩下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我要去抓妞妞了，我先去上面看看，他到底有没有躲在这里？妞妞在哪里？这里没有。来听一下，喵喵喵在这里，看来是没有。我再往上看一下，喵喵去哪里？有没有看到喵喵呢？好像没有，我们需要去找，换船头这边。哎呦，他这次很会躲。那我要往下的，看下面有没有。妞妞也没有在这边。这里有没有？我没有发现妞妞，但是我发现了妞妈，她也在等。小心啊！可恶！妞妞这次这么会躲，躲到缝，走过来就躲在缝里，被我发现了。小峰被抓到的时候被发现的一样，我被找到了，也不算是被我找到，是他自己误入行踪，根本就没躲起来。那换我去找你，你眼睛要闭着数啊！那我要去躲了。2 3 4 5 6 7，我现在去躲上面。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
注意地方，注意安全。因为他们在那里。29、30。我现在躲在这里，他们应该看不到。33、34。等他离开之后，我再去坐那个位置，他就找不到了。我找个备案，再去找第二个地方。14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60、66。好，那我去找他的。满头大汗，有面对太阳，现在去找喽喽。换个地点。他那么胖，我哪能？我觉得我可以下去了，因为他离开原本位置。去楼上。他一定不会想到我坐在那里看。我们去找一下他，不然我觉得他一定都找不到。目前都没有发现。如果现在换我边走去跟在他后面，他会不会发现？爸爸到底躲在哪里？他现在去刚刚那里找我了。这里空空的，我找到你了，在这里。他那么胖。其实我一直跟在你后面，你知道吗？你刚刚从那里走掉的时候，先在这边等你，我在偷看你走掉了没。然后你从那边走掉的时候，我就去躲在椅子后面，我又看到你，哎，从这边上来，那我跟着他后面偷偷走，嘟嘟嘟嘟走在这里，你还跑掉不见了，所以这一局应该是我赢了。你这样作弊，这叫做反抓人。地方不能换位置，有时候这样还比较好，因为人鬼都不知道有人在后面跟着他，所以如果你们下次玩鬼抓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玩哦。如果你们有机会来这边玩的话，也可以来玩玩看。下次我也要这样子躲。就下面留言告诉我到底是谁赢呢？是我赢吧。你是作弊。我叫聪明。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募集觉得不错的地方，也许我们会在那边办一个跟大家一起玩的鬼抓人，也不一定是鬼抓人。如果是场地适合，也许我们会去做成没有寻宝游戏，带一些玩具去藏起来。来参加的人，你只要找到那个玩具，就送给你。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企划可以的话，也在下方留言。明天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才聪明，我躲在缝里。你真的，你躲在缝里，站在那里都不动，我在看过去都可以看得到，这叫聪明吗？会怎么？就推太慢，还是马上被我发现。